停了。不过这水一时消不了呢。每年都来，习惯了。爷爷，嗯，你就先去三叔那里吧。嗯，见到老君帮我要个签名吧。咦，你还有这爱好？出发吧。怎么走呢？那麻烦你喽。要抓紧哦。知道啦。早知道应该当个顺风鸟。是太上老君吗？算是原型吧，跟故事里编的不大一样。哦，那也很厉害喽。那当然。他住哪儿呢？应该不远，是吧？嗯。抓紧！就是这里吗？嗯，对啊。可是这里什么都没有啊。跟我来吧。嗯。这是哪里呀？这里是老君的灵智空间，兰溪镇。那是什么？天是白色的呢。这就是神仙居住的地方吗？是啊，感觉怎么样？嗯，感觉不像神仙住的地方呢。像个古镇。好安静啊，好像没人住呢。嗯，是很久没有人了。好可惜啊，这里明明很漂亮呢。老君一定会喜欢这句话的。城门了呢，这是要出去了吗？哇，好美啊！这里是星夜湖。星夜湖？嗯。这里怎么是晚上呢？这里并没有规律的白天黑夜，都是由老君控制的。看到前面那座山了吗？那就是老君山，他就住在山顶。哦，啊，两边的石壁上有雕像呢。这是借火岩，雕的是老君与清宁县子邂逅的情景。哇，好浪漫呢。全是书呢。老君已经在此闭关30年了。好宅呀。别乱说。那这30年他都在干什么呢？沉迷 ACG。你们来了。哦，见过老君。呵呵，玄离，难得你还肯来我这儿啊。您说笑了。好久不见了。你就是老君吗？正是。你明明是个小孩子呀。这是节能模式。连衣服都不合身吗？舒服就好。声音和样子完全不搭。声音是可以变得么么哒。但毕竟我要维持我德高望重的形象。已经崩塌了。你为什么这么宅呢？我曾立下誓言，百年内不得离开这里。啊？为什么呀？唉，
我本来已经不愿提起了，那是句……啊，那就不用说了。哼。哦，对了，老君，您能帮我签个名吗？没问题。大家损坏赔偿账单。哎，不是这样的，我们还是先谈正事吧。那便随我入内阁吧。小白，你在这儿等一下。好。这次给你们添麻烦了，谛听，你可知罪？关我屁事！对不起。您客气了。到底怎么回事？说来话长。说快点。四百年前，我将天明珠坠落顶明立下誓言，只要有人有本事把它带入我的灵芝空间，便归他所有，后带着天明珠来要求我做一件事。讲完。原来是这样。这你都听懂了？那你还让我去追他？我完全忘了这回事了。哇，好棒。作为四百年来唯一一个成功者，这也说明了你很有本事嘛。这也是，不过在妖化的谛听追逐下逃脱也不是那么简单的。好了，你是要选天明珠还是条件呢？这样他们真的会有感应吗？应该吧。那就是谛听，我觉得我们搞不定了，做好分内之事即可。先走一步。来者何人？来不及了。成功，接下来就畅通无阻了。全是宅物呢。